哎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，我系阿 Win 啊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看影片先。他尝试破坏这油门了，要到晚上十二点了。烧皮啦！还有十个装备了，十个。还有。我跟你丢，如果你能够把那个拉面吃一半，我们就放你进来。没有，没有感觉。来来来来来来。哇哇哇哇！Legend Legend。你真的以为你吃完我不会放你进来咩？拿给你进来，给你进来，给你进来。喂。啊。喂。今天我就是要进行我的复仇计划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然后呢，我就睡了 studio 有好几天了啦。等一下他们就会来到 studio， 就是会来工作的工作啊，然后来黑的来黑了。我的计划就会这样子进行，我就会找我的帮手，我的帮手呢就有迪神、大马六哥还有 Benny， 然后就是我们四个人会进行今天的这个计划。OK， 计划一开始我就会跟那两条水讲，我就会跟他们讲，我今天我准备了一份很大份的礼物，很大份很大份的礼物要送给他们。然后我就会集合我的帮手，就叫他们下去跟我一起下到去卡巴那一边，然后我就会留他们两个在 studio。 过后呢，我们到了楼下了，一切准备好了，我就会打一个电话叫小明下来，我就会跟他讲，今天呢，我就是要买一份礼物啊，送给你啊，然后我要看你的反应啊，那个一大堆。这时候等到他靠近车后尾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车尾箱开起来，这时候就强制性的把他丢进去里面。我会准备在后尾箱放一支水，还有一个纸袋。水的话呢，不用讲，一定是给他们喝了。然后纸袋，他们想要小便、想要吐、想要大便的话，就是在那个纸袋解决了。不管那么多，总之他们进去里面，这整个计划我会进行两个小时，所以就是要让他们体验被锁在后尾箱的滋味。但是你们自己想一下啦，在车后尾箱这样狭窄，然后空气又这样不流通的情况之下啦。哇，真的两个小时哎，啊，不用想了哦，让他们来告诉你。还有他的话呢，我就会在完成了锁小明的计划过后，就是到他，我就会一样打电话给他，然后叫他下来，然后送他礼物，然后我拍 vlog， 然后送他东西，然后我让他反应，然后他下来了过后，还靠近他车了，我就会把车尾箱打开，然后把他丢进去这样子。然后这一次计划我会准备两辆车，一辆是我自己的车，然后另外一辆是等 Dixon 他来到这边，然后他会通知我。然后我就会下去跟他们准备好所有东西，所以他们差不多也是要过来了啦。所以两条水给我等着。OK， 所以我刚才我就在群里面跟我的帮手们他们讲了，跟他们讲了我整个的计划，所以计划开始。他们现在已经到 studio 了，所以我现在拍他们给你们看。几点了啊？现在才来呀、啊？我现在去带别你他们。小心点。拜。OK， 所以现在我的计划就是要去接送别尼还有 Dixon，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。That's why 我们现在跟着计划走。来来来来，就大概等两秒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再一步仔细的跟他们商讨一下那个计划。现在是 OK， 我们先上去先。现在我们先上去先。现在全员都已经到齐了，所以我们的计划可以顺利的进行。但是，看这个天空，很像要下雨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还是快点进行吧。现在计划正式开始。
哎，帮我下去拿东西。我今天拍这个影片呢，是要给你们两个惊喜的，我要送你们礼物，真的。喜嘞，等一下。没有，不要以为。你知道错吗？上次天台过后，我就有对你很重的防备心。那、啊、你先拿来骗我，都觉得太快了。你要笑吗？不要误会。没有，因为我是预言要还的，但是你至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你们可以放心，真的没有。是好的啊，好的、啊。是好的。所以你的报酬不是在这一次啊？不是，我的报酬会在下几个月。真的。对。所以一定有就是了。对，所以今天我就是要给你们惊喜，然后四个， okay, 我们四个要下去哦。这样我们是不是要很期待？搞一下你们的惊喜。对，你们可以期待一下，你们可以期待一下，可以期待一下啊。哎，我们下去做东西先啊。等我电话，你们。哇，哎，现在这个天气，真是随时随地都会下雨这样的哦。所以，喂，主角快一点，我真的很怕下雨。下雨的话，他们就要淋雨啊。OK，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 parking 的地方啊。这一个是我的车，然后这一个就是 Dixon 的车。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我不用再请一下啦，请一下，丢进去那边。光明，这就是你接下来要躲藏的地方。Ivan， 为你准备好哦。超大的这个位置。OK， 我们现在又收拾一下先来。贴。喂，贴一张放那边，然后一张放我车这边。这是给他小便用的。对，这一个纸袋给他们大便小便用的。然后这里还有瑞迪尔一罐水，然后这边也是瑞迪尔一罐水。哇，还有耳机送给他，还有枕头。拿一粒过去放那边的。啊，我拿一粒过来，给他们比较好齐全。啊，这里是。那还有一个帽子给他戴，让你对他们极好。整个安乐窝这样，锁人要锁到有 plan 吗？是不是？他们锁里没有给你枕头啊？看到吗？我还准备了一个枕头给他们。还水还有纸袋嘞，还有水还有纸袋，所以现在差不多可以了，可以骗他下来，可以打电话给他了。先关着，关起来先。然后等一下，我的 cameraman 就是大马六哥。请大家去 follow 他的 Instagram， 他是蛮帅一下的，他超多迷妹的哟。耶，害羞。这两位就是我今天的帮手啦，就是迪神还有 Benny。那时我们也是帮凶。但是不用紧，他们两个 OK 不用紧，我主要就是要 prank 高他们两个了。有一句话叫做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，所以今天他们两个就帮我，然后我们是好朋友，真是好朋友啊。有第二期了。现在我们打电话给小明先。哇，这里风声很大声。Hello。哎，我为你们准备的礼物糕点了。你现在先一个人下来先，然后记得带你的电话还有你的相机。我有一个 idea， 我要你跟我一起拍这个影片。你下来先，再卡吧。OK， 所以电话打了。现在等他自动的走下来，然后自动的给我 prank， 开心吗？开心。来转。直接戴耳机啊？对。喂，小明是这样的。哎，这个相机好像没有电嘞。拿出先。等一下，我要给你拍一个 video， 这里很大风。不用怕，你慢慢来，不用怕先。我觉得很奇怪。不用怕 ，OK。现在等一下。啊。OK， 来，我帮你拿东西先。OK。来，慢慢来。可以开没有 ？OK， 喂。慢慢来啊。OK， 慢慢来啊。我们讲一二三，你就开眼睛啊。一二三。喂！喂！帅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谁叫你锁我这阳台12个小时？嗯，怎样？好受吗 ？OK， 现在我跟你讲我的 plan 啊，我的 plan 呢就是要锁你在里面2个小时，然后呢里面你会看到有纸袋，然后那个纸袋就给你拿来小便大便用的，然后我还准备了一罐水给你，然后里面还有，听我讲不要吵，然后里面还有耳机啊，你可以拿来听歌啊那些，然后，等一下我真的别担，很好笑，等一下我会打电话给你，好，等一下联络啦哈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解决了一条水。你们应该听不到在里面靠北靠步的声音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进行第二个 plan， 就是叫阿元下来。同样的 plan， 同样的东西。你等下不要跟我吵啊！不要吵啊！听到没有 ？OK， 所以现在时间已经是6:59了，就等它自动的来自己哈、哦。你们知道啦。哎、欸，你的车牌我不打马赛克，因为牌号太多。不用紧，不用紧。来，两个魔力杆。OK， 现在我们就进行第二个 plan 啊。我觉得那些拐带人质啊，感觉上应该是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的。Hello， 我给完小明惊喜哦，现在到你哦。你记得听我讲啊，你记得带你的电话跟你的相机下来。啊，带你的相机，因为我有一个想法，我要跟你们一起拍这个 content， 然后你就带你的相机下来，跟你的电话重要 ，OK？ 然后，啊，你下来的时候记得锁门啊。下来 ground floor car park。哪里的 car park？ 我们是 visitor 那边。啊 ，visitor 那边 car park。嗯 ，OK。所以现在我们继续那个计划，然后等 Ivan 下来。OK， 现在越来越紧张了，讲真的，紧张吗？紧张。很紧张哎，不用怕，很容易的这件事情。乖乖，吹感觉。你要慢慢喝，喝到2个小时为止，听到没？看到吗？对你们极好，我还有良心啊！你们呢？你讲话。你讲咩啊？我听唔到啊！冇线啊，咁先啦。在我的宫殿当中，头脑开始发懵，我的超能力提醒我，有些事情马上发生，可我还有工作要开。路边开。